警方在槟城扫毒，再有斩获。五级安曼速毒组助理总监主机飞阿里星期五宣布，警方破获一个今年初开始活跃的贩毒集团。五级安曼毒品特别战略情报部队 Sting 五月三十一号下午5:45到晚上10:15，分别在槟城多个地点逮捕6名涉嫌贩毒的本地男子，起获超过160万令吉的各类毒品。Sejumlah 21 kilogram dadah jenis sabu. Selain daripada itu, kita juga merampas banyak 7,800 biji pil LG5 dan sedikit ganja sebanyak 18 gram.警方也充公价值276,000令吉的5辆轿车、一些首饰和现款。六名年龄介于21到45岁的嫌犯，在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39B条文被延长扣留7天调查。